上好，来了来了，晚上好晚上好。妈呀，还想着今天可能你知道咳嗽少一点呢，怎么一上来就又咳了。晚上好呀，那个我昨天没有来，但是我就是有去微博说，但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没有看到或者之类的，希望不要生气那样子。对，就一般要是如果我有不来的情况，我肯定会在微博说的，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对，不过一般我都是会来的。手机像素变低了有吗？擦一擦。擦一擦。晚上好，不是图片，这是那个我的书桌的一个小角落，然后这个拼豆还是拼哦，也不是拼豆啊，就是这个拼起来的这个小玩具，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安奈送给我的，之前漫展的时候然后送给我的，没想到带回家的时候它还是就是没有碎掉，就很好。乐高应该是 Lego I guess。啊，好，昨天没有去直播拼了这个，不是，这不是我拼的，我昨天去录歌了，哇，没有，不要叫我老师，我就只是跟你们一起背单词而已，不，老师这个名称我还是配不上的。然后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就是也不是教大家，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个单词，我是有做了下功课，然后确认了一下这个读音，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单词我也不太了解，我怕读错，所以就对，就叫我萨同学好了。但是萨同学听起来有点难听哎。我看看直播流程，我又忘了，8:05到8:20是唱歌时间。嗯，唱歌，我看看啊，再去那条微博里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实我还想再唱一遍《一语》那首歌，《一语》真的太好听了。只可惜，好像现在还没有出官方的伴奏。开了混响吗？啊，我开了混响吗？哦，现在好了吗？应该上次是忘了关了。好，那我就给你们唱英语吧，再唱一遍。毛毛的歌是真的很好听。好，我们等到8:05的时候开始唱啊。小胡同学今天学什么？小萨同学不是小胡。今天我们就是，要学的还是就是继续把那个英语词汇再写几个，记一记那样子，对。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学了，也希望你们看直播就是只是跟我聊聊天啊，说说话啊什么的，就主要还是这些。但是你们要是能就是说，对这个背单词跟我一起背单词感兴趣的话，也挺好的。我当时，就是那天教完，就是也不是教完大家，哎，我怎么用教这个词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学完以后，然后你们不是有去那个超话里面发自己写的那个作业嘛，然后我发现很多小粉丝都很厉害，就是字写的也很好看，然后记得也很认真，就让我觉得自己有被重视的感觉，就挺开心的。因为像我这种这个直播然后跟大家一起背单词还是有点少的，所以就还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无聊什么的，但是没想到你们还挺好的，挺认真的，就我也蛮开心的，很欣慰。哎，现在小本本不用准备。这个我们现在先是唱歌时间好不好？
然后今天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星期六我不是要发一首小甜歌嘛，然后这首关于这首甜歌我的这个制作上方面的一些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开了直播以后也有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可以更方便的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创作的心情了。对啊，我来看一下，我先给大家唱歌吧。好嘞，那我先唱歌，先唱一语，然后把这个混响打开。不过又是没有伴奏的，可以吗？我记得兔兔跟我说，我每次都起高了，这次让我起低一点，我试试。一段微信，好，这个 key 可以，好。三二一，一段微信又做一段，如果这画面有开关，从期待走到不堪，结局不好看，人总需要记住遗憾，他来过，他走了，没回头，没问过，你可舍得？日月蹉跎，消气大落，光阴里有多少景色，偶尔也心口一热，什么都不说，好过亲手把它撕破。路还长，梦还多，背着花欺骗的何止你我。可是我现在依然不太会转弯，虽然孤单的人偶尔也想有个伴，冷风又吹的时候想说，这生活会不会有点难，难道是因为当初有话没讲完，堵在喉咙里却始终不敢大声喊，算了，别哭。日月蹉跎，消气大落，光阴里有多少景色，偶尔也心口微热，什么都不说，好过亲手把它撕破。路还长，梦还多，不多，背着花欺骗的何止你我。可是我现在依然不太会转弯，虽然孤单的人偶尔也想有个伴，冷风又吹的时候想说，这生活会不会有点难，难道是因为当初有话没讲完，堵在喉咙里却始终不敢大声喊，算了，别哭。等一下，我打个这个好。可是我偏偏就是不想要转弯，就算不开灯的房间真的有些暗，夜色要来的时候想说，为什么只留给我一半，难道是因为出现的人都
山长告别山长，多山山长翻两段，散了别哭。OK， 我看看啊，然后呢，再唱一首毛毛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真的很好唱，而且唱起来比较舒服。没错，就是这首。噜噜噜噜噜。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底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指甲上在软的大沙发里，吃了酒睡来了白痴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就可以把所有人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和离别。变有钱，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让所有的孩子不再胆怯，可得得得得得不再掌握话语权。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流失钱，不是为了人类理想做贡献，只是想和他说一句我很抱歉。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说金钱不是一切。变有钱，所有烦恼快看遍。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好，这首歌真的很好唱，所以我每次都会唱一下。哈哈哈哈哈。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我看看现在还有七分钟，那么我再唱一首吧。唱个什么呢？这个吧，我好像还没有唱过。我不是囧君，我是君囧。什么是天知道，要不要过去瞧一瞧。是谁的心跳在乱叫，在那里扑通扑通扑通那么的热闹。灯光太耀眼依然在耳边，转个圈圈慢慢的往前，第一眼就看见你的出现，在你我之间。想当秋千奇妙的看着月桥，越闹越大声越好，等我们走在一起，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让我们一起大声放肆尖叫。 BYTWO， 让
刷新一下啊，卡了吗？好了好了，哎，好像我是不是刚刚唱的时候又那个又延迟了呀？这咋整啊？我多么想跟着伴奏一起唱歌，但是它会有延迟，就很难过。我再试一个，我看看。让我们走在一起。静静靠大家凑凑热闹完了，我标准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了看看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可以不那么卡的。预判唱法，这也太难了吧听听啊，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果然卡了，哎呀呵呵，为什么有延迟啊，救救我这样想跟着伴奏一起唱都不行，哎，好难过啊。没有没有，就是我能听得出来他跟我唱的那个节奏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慢半拍就很难受。我看看用这个音乐试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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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看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如果不放伴奏它当然不会延迟，但是我跟着唱的话就会延迟，试试啊。
延迟，好难过呀，看来我只配清唱。国府囧军在线预判，在线预判还行，这预判不了啊，朋友们。要是预判的话，我得抢拍场。那啊，摄像头翻了，有吗？还好啊，没有吧。只是想要靠近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带你的回忆，迟来的话语还带着寒意，是否都在冰箱留着？哒哒哒。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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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还是清唱吧，我只配清唱。我看看啊，现在应该是8:20到8:30，话题时间。好嘞，那我先去。继续打开我的微博，然后呢，回复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今天的话题时间，想问阿囧的问题，看看上次翻到哪里了。继续想要靠近你，哒哒哒哒哒。哇，兔兔，你怎么粉团6级了？你啊？这个是怎么升级的呀？是就是看我就能升级吗？好神奇。阿囧会多考虑多拍一些山君的视频吗？你们这么喜欢看山君吗？他真的就是胖嘟嘟，而且天天生气脸，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你知道会卖萌啊之类的。然后还是那句话，关于送礼物，你们真的不用送。然后之前我还看到，就是哎，虽然说真的就是我都不用去理他们，但是我觉得有些话一定要说清楚，就是包括做直播这一块，你要说没有收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去就是逼迫大家去刷礼物，包括现在也是，大家不用送礼物，你们真的很想支持我就送免费的就好了，就我都没有逼迫过别人啊，为什么就真的有那些钢筋喜欢，哎，看的都想吐，真的很无语。我看看，囧囧是专门看已经更完的小甜文，还是会追文？我知道，我没有去理，只是说就是很无法理解，就是那种专门为了黑你而黑你的人，就怎么那么闲呢？而且就是感觉道理跟他们也说不通。我倒是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比较三观正直点的人，不要总是拿那种恶意的思想去看别人，就是那样自己活着不累吗？很奇怪。我看看啊，刚刚那个桃子味的紫糖就是问我会不会专门看完结的小甜文，还是会追文。哦，我是不是应该把幻想关掉？我放心，我只是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觉得我是为了，就是说，就是不要是觉得我是希望你们给我刷礼物那种，就你们真的不用给我刷，你们就来听我说话，然后大家一起度过这2个小时就行了。真的，你们就能来看，也算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了。就哪有那种，哎，都不知道咋说。反正对，但是很开心你们能来看我就是了，而且还能那么耐心的听我在这里就是唱歌啊，有延迟还有认真的在听，我自己是很受不了啊，就是看重播的时候我听我延迟的话就很难受。所以对，而且就是因为我的粉丝们年龄都很小嘛，我希望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去跟风，然后自己要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说就是别人说什么或者是干嘛你就要跟着一起去干嘛，那样是真的就非常不好的那种。对，我也有点强迫症，从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你们应该也能看得出来。对，然后我希望大家是能怎么样，就是先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呢要上学的孩子们那就好好学习，我希望你们都能就是好好的考到自己喜欢的学校，然后未来到社会上了以后也希望你们能就是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然后去就是开心每一天，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起来。就而且我也不是非常想跟你们说鸡汤啊，就是说就觉得这些道理
希望能分享给大家那样，就是也是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就包括我也是现在是在家闲着，我其实也很慌啊什么的，但是每天也有在写歌，然后就包括我今天发的那首歌是我就昨天晚上录歌的时候录的，说来你们不信，那个词我就是也是很迅速的这么写出来的。对，然后就包括就提升好自己，就是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是最重要的，不要在网上去当一个键盘侠，去跟风，去干嘛干嘛，那些是真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把自己先给做好。对，好，我看看啊，然后刚刚那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呢，我这个人真的思维很跳跃。好，现在来回答，就是我一般会看呢，就是会看那些完结的小贴文，追文我好像也有追过，但是很少，我很少有追文，就包括追漫也是，我都会喜欢养肥了看那样子，但是其实追的话，追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挺奇妙的感受。就是你会期待下一个星期又会更新什么样的内容，或者是说明天又会更新什么样的内容，也会抱着期待那样。对，就我两个都有。然后就是现在我看甜文的话，我都会尽量就是去那个作者的那个就是他们发布的地方然后去看，然后同时也去就是支持一下原作者那样子。因为这现在包括版权方面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也是对于这个作者的原创作者的一种尊重那样子。看看啊，然后这个我现在是在翻微博里面的评论啊，大家要是想要有什么问我的可以到那条我看看3月22号的这个收集博里面，你们可以去那下面就是评论，我有分 ABC， 然后这个就是几个评论的模块里面，你们就在那里面回复就好了，然后我就是直播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打开，然后就是对抽取一些评论来读那样子。看一看啊，然后妈妈平时是不是要到处演出很忙没有时间陪阿种啊？没有没有，我妈妈是年轻的时候需要唱歌就是跑演出啊那样子，现在没有，现在就是在家里那样子。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说就是等到我们搬了新家以后，然后所有的这个饭都是我来做那样子，然而到最后我这个生物钟乱的已经就是非常混乱，真的非常混乱了，然后呢就我还是跟我妈妈两个人就是谁在然后谁做那样子。这个东西真的很难，我在想如果以后我要是哇怎么这么热啊，原来我开了空调嘛，我在想如果我以后要是成家了我这个生物钟怎么办呢，就我觉得就做饭的时间都是乱的，太可怕了，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给安排好，然后哎呦说来说去我自己还是很难做到，你知道就是早睡好难啊，睡不着，有的时候就在床上什么辗转难眠吗，是这么说的吗？对，反正就是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刷微博啊，然后看看综艺啊干嘛的，就到早上了那样子。然后还有什么，种种大概记住了多少粉丝的名字呢，粗略估计算一下，这个就是怎么说，我记住的粉丝的名字有的时候我你让我读出来我可能就是，或者说让我现在猛的说出来的确能说出一些粉丝的名字，但是更多的一般都是我看到了这个 ID 我会觉得嗯很眼熟我见过那样子。对，因为经常我其实很喜欢翻评论，就不管是那个网易云啊，然后或者是 B 站啊或者是微博啊，每次对我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可能就是发歌以后，然后或者是发了微博以后，然后就喜欢翻大家的评论啊那样看。对，然后时间久了慢慢就记住了就是经常来评论的那些大家的那个 ID 那样子。不过我这么说可能又会有一些黑就是钢筋会觉得说啊那你这样子就是想让大家多去评论你嘛，这样就能看到了又干嘛，这个我真的没有这么一个意思，我只是说因为经常能看到所以就眼熟了那样，
哎，不过我觉得跟钢筋说什么都没有什么用啊，因为什么事情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对的那样子。是钢筋吗？钢筋，后鼻音，不好意思啊，钢筋，杠精，杠精，啊！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各位。我觉得你们也真的是对我挺宽容，就包括我平时会读错，就是说错这个发音啊，或者是什么，你们都对我很宽容，谢谢谢谢。就我也是有在跟大家学习那样子。挺好的，挺好的。哇，你们知道吗？我买了那种白色的草莓，然后呢，我以为味道可能会不一样，或者是干嘛，但是吃起来好像就只是草莓，但是没有那么酸。嗯，我在吃东西，我在吃草莓呢，没有特别酸，但是就也很普通，没有那种奇妙的感觉。哼。啊，我看看现在是几点了，8:32。啊，此时此刻是我们的学习时间啦，哈哈哈，最愉快的环节来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好，大家掏出小本本，我们要开始学英文啦，一起背单词啦。说拜拜的，你又来了，又来了，你给我回来，拿出你们的小本子。笑死了。我看看啊，我们上次学到了哪些单词还记得吗？没错，我们上次学到的就是那些 section， 然后 segment， paragraph， parallel， 然后还有 parachute， paradox， 然后 sector， insect， 这些单词， graphic， 对，然后好像 state 也学过了。State 好像没有学吧，对，没有。那我们开始吧，小本本准备好了吗，各位？我觉得学就是英文单词的时间，我们就不开背景音乐了啊。溜了溜了，上课起立，老师再见。太好笑了吧。不过我不是老师，我就是跟你们一起学嘛，一起背个单词，每天进步一点点。你想想，一天背那么五个单词，一个星期5×7=35，就35个单词啦。这日积月累的不就很，对吧？就很好。好，那本子掏出来了吗？大家，本本开就是掏出来了吗？笔也拿好了吗？好，都拿好了，我就开始了。不要叫我老师，叫我小撒就好了。叫我小撒或者小九就好了。好，好，看到大家都刷好了，那我开始了啊。我们今天呢要学的第一个单词，这个单词是 state。 state 我们可以就说就是国家的意思啊，然后也可以代表政府，然后州，美洲或者是加州的州，然后呢它也可以代表一种状态，一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是平时能见到的，不就是比如说 United States， 这个 state 就是这个意思，对，国家。好，这是个很简单的单词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 state 我们也可以就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也可以用在就是说，对，State approval 就是代表着国家的批准的意思，它这个分有 noun， 然后 verb， adjective。不过我觉得我，毕竟我对这个国内的这种分法不是很清楚，但是最主要的它的用法还是就是国家这样子，对，就是对国有的、国家的。好，然后 stated 就是加了一个 d。S-T-A-T-E-D， state, stated，
Stated 的意思就是声明的、规定的。拼一下单词，好好好 ，stated 是 stated， 就是规定的、声明的。然后 state，stated 就是国家。对，好完了，我要打喷嚏了。还好还好，这个想打喷嚏的感觉过去了。好，然后 statement，statement，s-t-a-t-e-m-e-n-t。这个 statement 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声明啊，表达、陈述、表现。但是一般的这个 statement 我会在哪里用到呢？我在数学书上面有见过这个单词。对，反正大家就先记一下，这个是陈述、表现、表达、声明的意思。声明，对 ，statement。好 ，overstate。这个单词我觉得会比较实用啊 ，overstate， O V E R S T A T E， overstate， 过分夸大的意思，过分夸大 ，overstate。然后看看 status， S T A T U S， 意思是地位、身份。情形、状况、重要性 ，status，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是，应该是 status， 对，他这个音标写的是 status，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读 status 吧。好问题，哇，我明明做了功课，但是我做了功课，我当时读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我现在又有点怀疑我自己。status， 啊，它分两种。就是英式的和美式的不一样 ，status 就是应该是那种美式的 status， 比较像英式的那种。我看看，对，然后还有它这个用法，比如说 immigration status 就代表移民身份 ，status 它是一种身份的意思，地位的意思，也可以读就是 status。对，我会选择读 status， 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我觉得这个，对，选择性，看你们想要怎么读吧。然后 statute， 成文法、法令、法规 ，statute， 他们给的这个法规、法令。的造句比较长，我看看它是怎么用的啊。If state laws complied with federal statutes to the letter， 就是即便该州的法律严格遵守了联邦法规，所以它这就是对用法，就是一个法规的意思，法令、法规、成文法。然后 federal 这个单词也不错，它就是这个。州，然后它 federal 是联邦的意思，但是它这个对 state 是州的意思。记得我们第一个单词吗？就是 state， s t a t e， statutes 就是法规。对，好，下一个单词 estate， e s t a t e， estate 代表的意思是地产、庄园。住宅区、遗产、财产这样子 ，estate， 为什么他这里读他这个音标写的是 estate？ 难道又有两种读法吗？再来查一下。我觉得我的这个功课准备的还是有些问题啊。estate。Estate， 为什么？难道这个音标为什么写的是 estate？ Estate， 对 ，estate。然后呢，它这给你的例子有 real estate， 就是房地产的意思。Estate 就记住它主要的意思就是房地产、地产、财产、遗产、住宅区那种感觉。对 ，statistical，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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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的，统计学的。之前读会计的时候，我有见过这个单词。有记下来吗？然后它这里面运用的方法是 statistical errors， 统计错误。对，所以大家只要把这个单词记住，它就是一个统计的、统计学的意思，那样子。41了，我看看。啊，还有9分钟，孩子们，还有9分钟啊。不过我也快教完了，很快，还剩下两个单词，我们就今天就可以差不多了。我看看，还有一个单词是 statistic， 它就是不是 statistical， 它是 statistic， statistic， 意思是统计数字、统计资料、统计学。对，两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又分 noun 和 adjective， statistical是 adjective， 然后 statistic 是它的这个 noun， 中文是什么名词和什么动词吗？动词应该是 verb 吧。对，哎呀，这个方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到大家，主要还是可以记一下这个单词。对对，一起记一下 stationary。 stationary S-T-A-T-I-O-N-A-R-Y stationary， 它也是一个 adjective， 静止的、不动的、固定的的意思， stationary。 然后这里面没有给造句的例子。对，好，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学的就是关于 state， 它是就是这个单词，它们有很多种，就有 state， 有 stated， 还有 statement， overstate， 这些都是有关于 state 的这些。 Spell it please. OK， state， S-T-A-T-E， 这是第一个单词，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单词，国家，州的意思。然后 stated， S-T-A-T-E-D， 就是规定的、声明的。 statement就是声明、陈述、表现、表达。 overstate 过分的、夸大。 over overstate stat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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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身份、情形、状况、重要性。对，这些是它的意思， status。然后看看 statute， 就是法令、法规的意思。 estate 应该是读 estate， 对对对，我又读错了。 estate 就是 state 前面多了一个 e， 对， estate。 为什么我总想读 estate？ estate 不行，我得把这个单词给划下来。我也没怎么见过这个词，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我总觉得可能 AA 那首歌听多了吧。estate 对。然后下一个单词是 statistical， 我们先记 statistic， S-T-A-T-I-S-T-I-C， statistic 统计数字、统计资料。然后 statistical 多了一个 al， 它的意思就是统计的、统计学的。对，然后 stationary， S-T-A-T-I-O-N-A-R-Y， stationary， S-T-A-T-I-O-N， station 就是一个站一个站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然后 ary 这个单词很好记， stationary，静止的、不动的、固定的的意思。好，度日如年。
好好好。今天的作业呢，就是想看看我们大家这个在这个超话里面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记的笔记啊。这个尽量把这些单词我觉得记在一个同一个本子上比较好，这样你如果就是未来想要就说哎这个单词我好像见过，或者是说哎今天好像有空想背个单词，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小本子打开这么翻那样子。所以对，一定最好记在一个本子上比较好，一般纸啊什么的会容易丢。对，哎，我今天也学到了不少单词，最让我有印象的就是estate， 对这个单词，我总不想把它读成 estate， 有问题。记住哦，大家是 estate， 重复三遍 estate， 什么意思呢？还记得吗？今天也有那个飞鸟集，不过等到后面再那个，因为我们今天没错是地产。地产、遗产、财产的意思，很好。既然有我们的聪慧的孩子们有记住啊，不错不错。然后不是说不聪慧的孩子就是没记住的，没有，只是你们可能都在吐槽我的这个环节吧，怎么这么的漫长？国家不是，国家是 state，a state 多了个 e，state 前面有个 e。那么它是地产的意思 ，state 没有意的 state 才是国家州的意思。对，请不要弄混了，好吗 ？state 和 state 是不一样的 ，state 前面多个 e 是地产。对，没有拖堂。哎呀，我只是跟大家就是重新的声明一下，没有说法啊，就是 state 是国家。州 ，estate 前面有了 e， 那么它就是地产，没有说反吧？没有吧？哎呀，不要这样啊！有作业吗，胡老师？哎，这个不算是作业，就大家想记的话，可以把自己记下来的笔记分享一下，然后让我们欣赏一下字迹，欣赏一下你的这个认真，对吧？对。反正我是看到大家分享这些我还挺开心的，就是会让人觉得就有被感染到，觉得哇真好，也挺就是欣慰的那样子。阿囧超话怎么找？就在我的那个微博的置顶那条微博，它可以直接有个点进超话的，我平时就是那么点进去的。喝水，有水喝。哦，我的天啦，这个丑干的水好酸啊，我已经很久没喝了，因为我这几天在吃药嘛，我就没有怎么喝了，就猛的一喝被酸到。不好喝，不想喝。哎，今天还没有好好谢谢这个大家送的礼物，就是送礼物的朋友。我看看啊，谢谢柠檬不萌，然后谢谢君生君，谢谢柠檬不冷啊，不对，柠檬冷不丁，超爱阿总姐姐，谢谢，还有古风圈的清流啊，这初二仔小泽，对，好，那么我看看啊，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现在应该是清唱时间，又唱歌哇，我果然，对啊，我是一个唱歌的。阿婆主呢？又要唱歌的。音乐课。好，唱，看看啊。有人想听我唱，我看看微博上面大家有想听我唱红昭愿，看看。噔噔噔噔噔噔。红少院啊，我天哪，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字是读少啊，红少院。惭愧，我一直在读红昭院，你们敢信？
好，因为开伴奏会有延迟，所以我还是清唱吧。我一直读的是红昭彦，但是我刚刚查了一下，它上面写的是少，哎，这个字它是多音字吗？因为我百度了一下，上面告诉我是读少，就是赵是吗？多音啊，好，我也觉得红昭彦这样听起来会好听一点哦，要是红少彦的话就有点怪怪的。好嘞，那么我来清唱给大家。手中好，这个 key 可以。哦，我是不是应该开个伴奏啊？不对，混响啊，叮咚，混响来也。三二一。手中雕个神话，大风千转万眼成花，生命中的他是桥畔某处人家。哎，等一下，我看看，我好像是歌词找错了。这怎么是一个解析啊？他这个问题是红昭彦是什么意思，而不是歌词。我看看歌词在哪里，歌词。好，再来一遍，三二一。手中雕刻神话，大风千转万眼成花，生命中的他是桥畔某处人家，春风绕过发梢红纱，刺绣灯塔，眉目刚烈你做庄稼，红泪流沙枕上白发，杯中酒比划，年少风雅鲜衣怒马，也不过一刹那，难免疏漏而是眼下莫测变化，隔绝山海战胜从容监察，一身长冲击断过往，将希冀都流放，可曾这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一身伤谁的笔直两行，欢迎你阳刚，变笑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手中雕刻神话，大风千转万眼成花，生命中的他是桥畔某处人家，穿风绕过发梢红纱，刺绣层塔，眉目刚烈你做庄稼，红泪流沙枕上白发，杯中酒比划，年少风雅鲜衣怒马，也不过一刹那，难免疏漏而是眼下莫测变化，隔绝山海一转身从容监察。一身长冲击断过往，将希冀都流放，可曾那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一身伤谁提笔纸两行，欢迎你安康，变笑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一身长冲击断过往，将希冀都流放，可曾那些荒唐才记得你的模样，一身伤谁提笔纸两行，欢迎你安康，变笑的这沧桑，你还在我的心上。哒当哒当噔噔噔噔，好嘞。我看看啊，想听阿总唱带我走好吗，我来找找这首歌，不要在这里面刷哦，不要在聊天室里刷歌名哦，因为我现在没有看那边，就是我在看这个微博上面大家的这个，然后来抽，因为就发了这么一条收集博嘛，先从那里优先来选那样子。好，三二一，等，等一个不回来的人，
在路边的缓缓，有没有曾经的那个你等待？带我去寻你的踪迹，绵延的海岸线，再不会出现我最爱的那个你。Can you take me away? 雨还不退散，看不清你离去时的那地带。You don't know. 完了，我好像唱错了，我不会，我都没有怎么听过这首歌。You don't know what I need, how I feel, I love you. Can you take me away? 雨还不肯停，碰不到镜子中溃败的自己。Can go on, what I need, how I feel, I love you. 对，肯定唱错了 ，but。Okay, fine. 没有办法，这首歌我真的就是唱完以后，然后听的次数太少了，所以没有太熟。看看，还有说欠一个拥抱，俺来试试啊。我知道，好，三二一。但是这首歌你们是想听少年版，还是想听这个少女版？少年版吗？好，那我来把我的声音先压下来。我好，三二一，我知道。你想要的只是个依靠，哦，我明了，你却少一个深情拥抱，好烦恼，如果我在你身边多好，不重要，需要的话我随传随到。Baby, 你在那边的天气好不好？偶尔也会想起你，很容易感冒。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嘘寒问好？这样鲁莽的我有点无理取闹。你要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得到？我也只有对你才那么好，其实我们维持现状可能更好，可能更好，一点都不好。藏了那么多那么多年想说的话，就在此刻全部都蒸发，那不上关闭的闸。完了，你不要，你完全没必要害怕。你可以选，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就当欠我个拥抱。好久不唱这个少年音，我觉得我有点不太稳。那第二段用正常的音吧。我知道你想要的只是个依靠。哇哦，我明了，你缺少一个深情拥抱，好烦恼。哎，不对，为什么约定好了你却不见了？好不好？只要你说一声我就到。哇哦。Baby, 你在那边的天气好不好？偶尔也会想起你，很容易感冒。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嘘寒问好？这样鲁莽的我有点无理取闹。你要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得到？我也只有对你才那么好，其实我们维持现状可能更好，可能更好，一点都不好。想了那么多
那么多年想说的话，就在此刻，就在此刻全部都爆发。拉不上关闭的闸，你不要，你完全没必要害怕。你可以也选择不回答，就当欠我个拥抱。好，这首歌叫做《欠你个拥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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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我知道了，刚刚那个红昭院的，是我看的那个问题，他那个输入问题的人把名字写错了，然后我直接复制的，怪不得我搜出来的音不对呢。我的耳朵生了个双胞胎，哎呀，笑死了！你们怎么这么会说呀、啊？现在我看看几点了，9点啊，还有9分唱歌的时间。OK， 那我再看一个。想听有何不可？我来搜一下，我之前好像有唱过吧。好，3、2、1。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抬起头数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往下淋，往下淋。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我的秘诀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全都是回忆，对我来说也算是回忆。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一的孩子呀。然后看看啊，还有，其实我有点想唱这首歌给你们听，想唱这首歌给你们听。3、2、1。雨淋湿了天空，灰得很僵着。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牵手？我晒干了沉默，灰得很冲动。就算这是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叫梦，分开了叫痛。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迷路的后果我能承受，这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才有。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如果你想忘记我演的失忆，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把故事听到不对，你送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哦，越过你画的线，我定了勇气的终点。
雨淋湿了天空，灰得很讲究。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世间守？我晒干了沉默，灰得很冲动。就算这是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叫梦，分开了叫痛。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迷路的后果，我能承受。这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才有。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如果你想忘记我也的失意，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再说再见。你送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哦，越过你画的线，我滴了勇气的终点。哦，你说我不该，不该，不该在这时候说了我爱你。要怎么证明我没有说谎的力气？哦，请告诉我。升高了，然后这一段我不太会唱，那么就再回到最初的起点吧。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地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如果你想忘记我演的失意，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送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哦，越过你画的线，我定了勇气的终点。嘿嘿，我们杰伦的歌真的很好听啊。看看还有一首很好听，是有一首让我就是唱哭了的歌，就是这首歌。再来唱一下，然后就到我看看，再唱一首就到我们的聊天时间了。那么继续唱哦。端端端端端端，好，三二一。断了的线再怎么连，我的感觉你已听不见。你的转变像断掉的线，再怎么接应都不对。你的改变我能够分辨，我沉默，你的话也不多。我们之间少了什么不说，哎呦，微笑后表情终于有点难过。问你却停了再走，哦哦哦，我突然释怀的笑，笑声盘旋盘旋摇，随风再飘摇啊摇，来到你的面前绕。你泪水往下的掉，说会记住我的好，我也挽起了嘴角笑。哦哦，你的美已经给了谁，追了又追，我要不回。我了解离开树的叶，属于地上的世界凋谢。
线再弹一遍，我的感觉你一听不见，你的转变像断掉的线，再怎么接音都不对，你的改变我能够分辨。好嘞，那么我们的唱歌时间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聊天时间，我来把我的混响关掉，叮咚。 OK， 好嘞。妈呀，唱着唱着把我自己给唱困了，就唱着唱着我自己闭上了眼睛，思考起了人生。看看啊，这个好，我们现在聊天时间。我看看啊，就是去那条微博里面继续找找找，看看，想对啊，这个聊天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囧君还是长大了，是，我是已经长大很久了。去哪里点歌？你们就去那个微博的收集博下面，然后发你们想听的歌就好了，我会对随便这样抽的，然后关于我新发的那条微博，那个可能有些人大家还没有看到吧，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是我准备的一个系列曲，它是属于一个双向喜爱的系列，就是就双方都喜欢着彼此的那种。然后对，我是很喜欢这种一比一的小甜曲啊，然后小甜歌，这个小甜文，反正甜的我都很喜欢。然后对，就这个是我灵感爆棚的时候，看完小甜文灵感爆棚的时候，然后就是出的这么几首歌做成了一个系列。然后在这周末啊，不，这周六，我看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四，然后这周六的时候会在平台全部平台上传，就会在网易云也会有，然后 QQ 音乐也会有，等等等，就是反正哎呀，我是不是不该说这个名字，反正就是全平台，对对对。然后关于这首歌呢，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看看，对，这个文案也是我写的，是关于一个小故事，我读给你们听。是快要步入夏天的季节，天气晴朗，午休时间的教室里安安静静的，玩闹的同学们都冲向了户外和操场，只剩下几位趴在桌上午休的孩子。女孩呢，也是其中的一位，她坐在窗边的位置，看着外面树上的树叶，随着微微的风摇摆着，一些细碎的阳光洒在地上。正当女孩准备缓缓闭上眼睛，听着风声入睡时，却被树下一抹白色的身影吸引了。然后呢，发现啊，看到树下的那个男孩子啊，他低着头认真的阅读。然后呢，身边树叶沙沙的声音啊，操场嘻哈打闹的这个笑声啊，仿佛都像静音了一般，越来越少。就是你知道，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就感觉世界都安静了，你的眼里只有他的那种感觉。对，我是想写出这样的感觉。然后看看，对，世界突然似乎只剩下了他和树下的男孩那样子。他垂下眼眸看着书，缓缓翻页的时候，长长的睫毛也会跟着扑闪着。女孩的心啊，像是被羽毛挠了一下，痒痒的。他忍不住站起了身，轻跑着向外面的树下靠近。走近了些，男孩的模样越发清晰，干净的白色的校服，被阳光反射出的发丝都是暖暖的，就像着了魔一般。女孩突然幻想起来，如果自己可以成为那棵被他靠着的树，该有多好呀！可怕的痴汉的想法，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女孩拍了拍自己
红彤彤的脸颊清了清嗓子，然后缓缓地走向男生的身侧，说：“同学啊，打扰一下，可不可以靠在你的肩……啊，不不不，就是坐在你身侧的位置啊。”然后男孩抬头看向早已被他发现的女孩子，此时红着脸站在他的身侧，像是看穿了他内心的所想。男孩的眼睛里浮现了笑意，他说：“当然可以。”说完，男孩腾出了些位置给女孩。不知是不是错觉，女孩的眼睛里突然像是出现了星星，布灵布灵的，藏不住开心的望着他，让他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哦，谢谢音爵试听送我的心愿，水晶球。居然也来看我了，你好你好，音爵试听，对对对，谢谢谢谢你。咦，我刚刚读到哪里了？谢谢谢谢心愿水晶球，谢谢我们的这个音爵试听优秀的音乐团队居然来看我的直播了，怪不好意思的。哎呀，哦，音爵试听是吗？哎呀，对不起，人家给我刷了三个心愿的水晶球，我还把名字给读错了。音爵试听，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重新读一下。音爵试听 ，interesting， oh my god， 音爵试听，音爵试听是吗？还是音爵试听？这个是第几声啊？音爵试听。爵是什么？难道不是爵吗？爵全啊，算了，我自己去搜吧。怎么回事？我看看啊。哦，这个我输了音，我看音爵试听，音爵试听，爵音爵试听是谁啊？跟我说第三声让我怪尴尬的。好，那我再来说一下，谢谢音爵试听送给我的心愿水晶球，然后是优秀的音乐团队，对，希望大家也去对听听我们音爵试听的歌。但是真的让我蛮意外的，说起来我读到哪里了？哦，我读到了。说完，男孩就是腾出了些位置给女孩。对，然后他们就这样一起看着男孩手中的书，女孩时不时会提出问题，男孩有耐心的回答着。然后对，女孩子的心情就是会在想啊，说哇，他好优秀好聪明啊，然后就是说那种还好我没有睡午觉，就是遇到了这么样一个优秀的人啊。然后男孩子的心情呢是什么样子呢？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我有写到，到时候大家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对，最后一句话在那个双引号里面说，其实你不知道的是他也关注了你很久，对，就是关于那首歌里面后面那一部分我也有写到这个，对对对对对。完了，我都好丢人啊，我今天读错人家的名字了，我还跟音爵试听我们一起合作过桃花恩呢，我居然还读错了，妈呀。因为在我的心里我一直读的是音爵试听。完了完了完了，我对不起这三个心愿水晶球。对不起，妈呀，音爵试听退出了直播间。太抱歉了，请求原谅。哦，谢谢谢谢，还在，谢谢你音爵试听送我的比心。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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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然后关于这个周六要发的歌啊，我可以给大家唱那么一小段怎么样，透露一下，让你们这个可以期待一下，好吧。说起来不知道兔兔会不会允许我来这么这个先透露一下，但是唱一小段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来给你们唱一小段啊，好好好，看你们都很想要听的样子，那么来吧，我来看看啊。找一下我的歌词，好，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唱的，就是关于我写的这段歌词。同学啊，打扰一下，
可不可以靠在你的肩膀，我是说坐在你身侧的位置啊啊啊啊啊啊啊。他清亮眼眸下似乎藏着浅浅的笑，这副模样让我很糟糕，想拥他入怀抱，怎么会这样？这冷漠一样，我为何不选择睡午觉？好嘞，就唱这么多。没错，这就是我们周六的这首新歌，就唱了这么一段，然后大家敬请期待。兔兔应该没有，我看看。啊，兔兔说没问题 ，Yeah， 哈哈。嗯嗯，好嘞好嘞。那么这个既然我们的音雀试听来了，我们放一放音雀试听的歌来当这个 BGM 吧。先来一首桃花庵，接下来再来点这首我比较喜欢的。我挺喜欢这首人美路子野的。那我们来先听这首吧。这首是王子玉唱的，我觉得就是唱的很有御姐范儿。好，在此时此刻一边听着音乐，我一边来看一下这个。庸俗的人生大多都想法，我早已习惯流浪不断闯，听凭人来人往自顾对谈，光阴嚣张一身风霜，是谁盼我今年悠悠漫长，身怀宝藏又替我悬一望，要我只留人间跌跌撞撞，天地苍茫皆是他乡，梦中想再唱夜山岗，不追寻残边啼铃声，我目送像个痴子，一坑一个，别来太迟。梦中想再唱夜山岗，不追寻曾遍体鳞伤，我目送旧日的月光，谁与我在青石冰凉，虚掷孤星一颗，坠入尘世滚烫，虚掷本主旅人。说我得要就是重点提一下商小景的就是曲子真的做得很好听，就是我经常就是不是会听一些就是好听的歌然后想要翻唱嘛，然后之前发现挺多歌都是他写的，就很棒。对，这个这首歌是 我挺喜欢的一首。对对对，哇哇哇，是我呀是我呀，为什么有人说我是假的呀？
刚刚那首歌叫做《人美路子野》，是我们音雀试听的一首歌，和王子玉，对，王子玉是这首歌的歌手，宝儿姐。这个歌词是什么来着？社会，我宝儿姐，人美野路子野，带劲儿带劲儿。芒种就是在抖音火之前，我也就加入了收藏了，是很好听，是很好听的。我看看啊，现在是几点钟了？现在是9:26。然后呢，我们还有4分钟就到这个读飞鸟集的时间了，你们怕了吗？飞鸟集还有小王子的时间吧，我看看。啊，对对对，飞鸟集和小王子的时间。目前就跟大家聊聊天吧，你们觉得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喜欢什么类型的曲风啊？之前哦，对，我不是说要放那个《桃花庵》吗？来来来，这首歌我也很喜欢，但是唯一的让我比较难过的就是这首歌 key 是真的挺高的，但是就我觉得他那个 key 来唱出来会很好听，只不过他真的很高。来，我们听一下。我唱的话它会有延迟。我唱弹我与各位共情欢。是的是的，我们的小王子时间到啦，等一下哦，我来把书拿出来。
真是笑死我了，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听，然后有个弹幕说，哦，囧君，这是囧君在唱吗？天哪，好像跟原唱一模一样哎。啊，这个我放的就是原唱啦，哎呦，大惊小怪啦，哈哈，就是原唱呀。这个怎么这么可爱呢？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哎呦呦呦呦，按到了空格，看看今天我们读小王子的时候，之前有人说让我放那个心是孤独的猎手当 BGM， 那么我来就放这首歌吧，把音量开小一点。OK 这个音量可以吗？嘿嘿，我选了跟少爷唱的这个版本，音量刚好吗？太少了。应该，我看看。安静的遥远的，可以吗？这个音量。藏着一颗智能星球，但是我放的话，我读的话会不会撞啊？有没有小可爱告诉我我们的这个读到第几章了？第八章对吗？好，那我们从第八章读起。但是呢，哎呦，我得把我的手机拿起来，然后呢，照着这本书。好，可以看得到吗？大家想认真的听少爷的声音，不想读了怎么办？有电音可以吗？那我读了。Chapter 8. I soon learned to know that flower better on the Little Prince planetThere had always been very simple flowers, decorated with single row of petals, so that they took up no room at all and got in no one's way. They would appear one morning in the grass and would fade by nightfall. BGM 小一点。等我。现在少了一点吗？阿囧是用嘴巴拿着手机吗？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那我怎么读的？我有两个嘴吗？现在这个 BGM 可以吗？大小，换伴奏，伴奏。那我找一下啊。等我啊，我看看这个伴奏在哪里。哎呦，好累啊，手酸了。这个是伴奏，可以听到吗？各位，没有，我的手酸了，不是我的嘴巴酸了。什么？好的，那我们可以开始继续读啦。哦，好像 BGM 有点大。好，读到哪里了？But this one had grown from a seed brought from who knows where, and the little prince had kept a close watch over a sprout that was not like any of the others. It might have been a new kind of baobab, but the sprout soon stopped growing and began to show signs of blossoming.
这是个好单词啊，大家可以记一下 blossoming， 这是个不错的单词，可以记一下啊。The little prince who had watch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morous 怎么音量这么大，好像读错了，我看 enormous bud， enormous 也是个不错的单词啊，大家可以记一下 enormous， realized that some sort of miraculous apparition oh my god would emerge from it， but the flower continued her beauty preparation in the shelterof her green chamber, selecting her colors with the greatest care, and dressing white, deliberately adjusting her petals one by one. She had no desire to emerge all. 我有的时候读着读着不知道自己在哪了。Rumpled like the poppies.She wished it to appear only in the full radiance of her beauty. Oh yes, she was quite vain, and her mysterious adornment had lasted days and days. And then, one morning, precisely at sunrise, she showed herself. And after having labored so painstakingly, 这是个好单词，大家也可以记一下。She yawned and said, Ah, I'm hardly awake. Forgive me. I'm still all untidy. But the little prince couldn't contain her admiration. How lovely you are, weren't I? The flower answered sweetly. And I was born the same time at the sun. 哎呦呦，这个架子戳到了我的脖子，我看看啊。The little prince realized that she wasn't any too modest, but she was so dazzling. I believe it is breakfast time, she had soon add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nd to me? And the little prince, utterly abashed, having gone to look for water, when came, served the flower.She had soon begun tormenting him with her rather touchy vanity. One day, for instance, alluding to her four thorns, 这也是个好单词啊，是读 alluding 吗？ She remarked it to the little prince, I'm ready for the tigers, with all their claws. 看看There are no tigers on my planet, the little prince had objected. And besides, tigers don't eat weeds. I am not a weed, the flower sweetly replied. Forgive me, I am not all afraid of tigers, but I have a horror of drafts. You wouldn't happen to have a screen? A horror of drafts, that's not a good sign for a planet, the little prince had observed.How complicated this flower is, and dark you will put me under glass. how cold it is. 哎呦呦呦呦 Where live quite uncomfortable. Where I come from, but she suddenly...suddenly broke off. She had come here as a seed. She couldn't have known anything of other words. Humiliated at having let so naive a lie, she coughed two and three times in order to put a little prince in the wrong. That screen. I was going to look for one, but you were speaking to me.Then she made herself cough again in order to inflict a wing of remorse on him all the same. So the little prince, despite all the goodwill of his love, had soon come to mistrust her. He had taken seriously certain
inconsequential inconsequential 也是个好单词哦 remarks and had grown very unhappy I shouldn't have listened to her he confided to me one day you must never listen to the flowers you must look at them and smell them mine perfumed my planet but I didn't know how to enjoy that the business about the tiger claws instead of annoying me out to have moved me and he confided 我觉得 further in those days I did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should have judged her according to her actions not her words she perfumed my planet and lit up my life I should have never run away I ought to have realized the tenderness underlying her silly but I was too young to know how to love her touchy man this is touchy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读中文版啊中文版呢我就直接读给大家听咯哎呀小心好BGM 有点大那我再调小一点好现在要读的是中文版第八章我很快对这朵花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小王子居住的星球上生长着很多只有一层花瓣并且很素雅的花那些花非常小既不占地方也从来不打扰别人的生活在草丛中召开目录可是突然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居然发芽存活了小王子密切地关注着这株与众不同的幼苗说不定那是红面包树的新品种然而这株幼苗很快的就不再继续长大了小王子发现在这棵幼苗上长出了一颗很大的花蕾应该是三声吧他预感到这个花蕾开出的花一定会出奇的漂亮他藏在那绿油油的房子里迟迟不肯露面他细心地挑选着日后的颜色慢慢地披上漂亮的衣裳一片片地调整着自己的花瓣他可不愿意像愚昧人那样一出世就满脸皱巴巴的他盼望着光彩照人的到来是的他非常爱美他花了好长时间神神秘秘的梳妆打扮就在这一天早上在日出的时分他终于露面了我刚刚睡醒请你原谅我还没洗漱呢他精心地做好了几天的准备这时打着哈欠说道小王子 满心欢喜地说你真漂亮花儿娇滴滴地说是呀我和太阳同时诞生的小王子看出这朵花一点也不谦虚但它的确很迷人我有点嘴瓢了他继续说现在该吃早餐了你能不能为我准备一些小王子这时满脸通红赶紧找出喷壶灌了一壶清水开始照顾这朵花这朵花虚荣多疑把小王子折磨得很苦恼比如有一天他这样跟小王子说起他身上的四根刺不好意思老虎会伸着锋利的爪子向我扑过来可我一点儿也不怕小王子说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再说老虎也不吃草花儿娇滴滴地说人家又不是一棵草对不起我从来不怕老虎可我最讨厌穿堂风你没有屏风吗小王子心想居然讨厌穿堂风这对植物来说真是太不幸了小王子早已看在眼里这朵花不太好伺候到了夜里你要用罩子把我罩好你这里太冷了我住不习惯我来的那个地方但是他没有接着说下去它是由一粒种子发育而成的他不熟悉其他的地方他在说一个很幼稚的很可笑的谎可被人识破了所以有些难为情于是假咳了几声反而责怪起小王子的不是屏风在哪儿啊
我刚要去找，可你在跟我说话呀。他拉大嗓门又干咳了几声，目的是想让小王子感到内疚和不安。小王子尽管满腔热情，但很快对这朵花产生了怀疑。显然小王子把他那些微不足道的话当真了，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的烦恼。我不该相信他说的话，有一天他警告我，永远不要相信花朵说的话，花是供人欣赏 和嗅闻的，这朵花让我的星球弥漫着香味。然而我并没有感到高兴，那几句关于老虎爪子的话本可以打动我的心，却令我很生气。他继续说着他的心里话，可惜我从前不太懂事，我应该看他的行动，而不是看他的言辞就对他下结论。他让我的生活充满芬芳，我确实不应该离开他。我本来应该可以看出他那令人怜爱的谎言背后所包含的柔情。花儿的内心是好难懂，那时我又太年轻，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小王子是离开了那颗星球，但是花还在那颗星球上等他走了，是这样的吗？是。今天我们就读到第八章，读到这里。感触就是，怎么说呢，花儿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秘密心事没能好好的表达出来，小王子呢也只是看到了表面，然后并没有去仔细的思考这个花朵的心情，那样子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花已经死了，谁呀？给我剧透，我还没读到那里呢。呀，谁剧透的呀？为什么？我还没有看到那里呢，气死我了。那好吧，我看看啊，现在才47分，我们还有3分钟读这个《飞鸟集》。那我们上次读到哪里了？我从第49开始读吧。好，现在我们读花鸟集，但是我看看啊，花鸟集的话背景音乐用这个吧。可以，这个不错，没有死。好的，那就好，我还没读完呢，这个不要给我剧透好吗？我们一起读嘛。那我开始从第49读了啊。不是什么花鸟集，不好意思，飞鸟集。 What am I talking about? 已经混乱了。好，从49开始读。 Number 49. I thank theeThat I'm not. Excuse me. I thank thee that I am none of the wheels of power, but I am one with living creatures that are crushed by it. 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一只轮子，而是被轮子碾压过的一个生命。这个好 deep 呀！我的天，我再读一遍。等一下，我看看音量开小一点，这么大应该可以吗？好。I thank thee that I am none of the wheels of power, but I am one with living creatures that are crushed by it. 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一只轮子，而是被轮子碾压过的一个生命。天哪。Number 50. The mind, sharp but not broad, sticks at every point but does not move. 思想是尖锐的，不是广博的，它专注于每一点却不活动。Number 51. Your idol is shattered in the dust to prove that God's dust is greater than your idol.
你的偶像弥漫在茫茫的浮尘之中，由此证明神的尘土比你的偶像还伟大。 What？ 好，我看看，我们现在读到了第52。那么今天我们的飞鸟集就先读到这里，因为接下来好像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对吧？我看看，9:50-9:55献上一首安静的歌给大家当做安眠曲。很好，我想想，安眠曲。我想想给大家今天唱个什么安眠曲哦。让我思考一下。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咕嘎咕嘎，真呀真多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数不清到底多少呀。来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我看到大家刷的这么认真，然后哈哈哈哈哈，没想到吧，嚯嚯，开个玩笑啦。好吧，那么今天还是先来试继续来唱我们的《虫儿飞》吧。好，混响，来也，叮咚。好的，那么我要开始了啊。3、2、1，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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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完了，跑调了，重新来一下。对对，大家盖好小被子。不好意思啊，今天的阿种跑了个调，那么他要再重新来一遍。嘿嘿嘿嘿嘿嘿嘿，好，3、2、1，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又一对在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哎呦，嗓子，好嘞，那么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我待会也要去吃药了。现在要到了我要谢谢大家送礼物的时间啦。
今天也没有好好的跟大家说谢谢，实在是太抱歉了。谢谢 H6 原创音乐工作室送我的礼物，然后还有我们的音雀试听，音雀试听，对对对，音雀试听送给我的那个水晶球们，还有比心，对对对，然后还有谢谢师徒明月，谢谢柠檬不萌，谢谢阿七。哦，这是什么？怎么读啊？萨，这什么朴子？是朴子还是朴子？恩上小萨同学问好，救命啊！这是什么？什么朴什么朴子？恩朴子恩，B 朴子恩上小萨同学问声好。对不起哦，第一个字我不太认识，很抱歉。柠檬冷不丁，然后新白西兰。阿囧今天跳过了问题，哭。哎呀，那我明天继续回好吗？明天继续啊。君生君，然后还有一生君 ZZZ， 爱可小是才念着道，倒着念的才是小可爱。这么可爱的名字，我的天！这，然后还有银川佑，还有古风圈的清流。苏木遮200309，下播了会看超话吗？会啊会啊，大家要睡的就去哦。是读萨吗？啊，我看看，萨普子恩向小萨同学问声好。哦，原来如此。好，懂了。刚刚读到哪里了？哦，现在应该读锦鳞游泳。又是熟悉的名，这个名字。还有 JX 今天又改名了。可以，还有明之君入我心，沙雕君粉一家亲，安乃斯，为什么你的这个 ID 这么的奇妙啊？还有 Bunkies 花生，囧君的蓝色朋友叫莫名，石村 DC 扰吃馒头的饭仔，可爱囧中的小安奈，飒沓无皇，最近在那个微博评论区也有看到。还有宫颈要画更多可爱的阿九，好呀，期待。但是我怎么记得之前宫颈是不是出过一件事情啊？那不是你画的，对吧？但是我期待你自己画的画好吗？自己画的这个我哪怕不好看，我也会就是对去看到的，然后也会就是慢慢期待你画的越来越好，好吧？还有开始存钱的小狼。小狼，我说真的，你不用一定给我刷礼物的，我已经很眼熟你了。真的真的，就大家真的比起你们，要是想让我眼熟你们的话，你们真的就去微博呀评论啊，或者是去抽话呀，或者你们去 B 站的评论区啊，或者什么什么，反正就有很多方式都可以让我眼熟，我都会去刷评论的，包括网易云我也会刷呀，那样子。就不一定说非得要这个送礼物，我会读这个也是一定要谢谢大家，就是为我送礼物的这些大家，对对对。还有谢谢我们的 White Woolen， 然后这个是怎么读啊？上面是直，下面是鸟，然后上面又是两个日，下面是一个火，救命啊！我就鸟火是这么读吗？还有谢谢可爱的安然宝宝，膨胀的洛生君酒。好，那我今天就读到这里哦。啊，再读五个吧。男好热闹，还有七月星，超喜欢小萨老师。还有 Carrie 阴阳师，咕咚七三，美某美某，锤石 Q 不准。好，就到这里了。那么谢谢大家，我们睡觉吧。不是我，我们睡觉吧，这有点怪怪的。大家睡觉吧。晚安晚安。知归啊，知哦，我刚刚看到有人教我读那个读音，我看看。知止止至至至鬼至鬼啊，那个朋友读至鬼，学习了。好嘞。那么晚安，大家明天见啦，拜拜拜拜，抽话。